北京第一次调资指令发出。长城报告，第一次调资开始。依次调资开始。长城报告，返回制动开始。发动机开机，返回制动开始。沙洲发射目标，黄河跟踪结束。黄河跟踪结束。沙洲发现目标。回收两号跟踪正常。神舟十三号报告，有过载感觉，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，安全。北京明白，北京明白。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，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九分四三秒，东经幺洞洞度洞九分四三秒，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幺幺秒，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幺幺秒。回收两号跟踪结束，返回舱着陆。声音报告，指挥机目视返回舱着陆，报告完毕。北京明白。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，雄鹰。雄鹰明白，落点经度为东经幺洞洞度洞九分四三秒，落点纬度为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幺幺秒，报告完毕。正确，猛士。